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要什么卫生纸？Hello， 好了，好了。嗯，好黏哦。是好吃还是不好吃？阿米，看这画面，给我一个中指。乖乖乖，快十遍。妈咪，乖乖，好乖好乖，小鸡。啊，搞真的就这样拍完了。对啊，不错吧？我还蛮喜欢的，真的，也很轻松。嗯，只有这次而已。今天来宾呢？嗯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来，给你们钥匙。这边捣乱是不是？今天帮你做了小资料里，欢迎来品尝哦。已经在拍了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已经拍完一部分了。拍完一部分，然后你跟我说没有来宾，来宾就是我，来宾是你，来宾是你，来宾是我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一直问说我不是要拍吗？然后你们一直没有丢给我时间，我们这样是给你一个惊喜。你看我们已经做好了耶，这是豆腐布朗尼，所以它就是用豆腐做成的布朗尼。对，所以你们今天几点到啊？我们今天早上10点到。你们一直不跟我讲到底要干嘛？那你们到底想要干嘛啦？干嘛先小马？你想要讲这个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我现在就是吃那前面拍摄什么那些有的没有的嘞，就是大家怎么知道这要怎么做？我们有一段 VCR， 请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白痴公主的频道，我是阿田娘子军的香香。怎么只有你啊？今天呢，老板他们出去工作了，我们其实在幕后剪了小子女3-4年了，会看到一些幕后花絮嘛，就会觉得要是我来做的话，该有多快，该有多好啊！这么有自信？那是当然的。你自己也有感觉吧？不好说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趁老板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偷偷先潜入他的工作室，就来做一个甜点给他吃，让他看看完美的影片叫做什么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呢是豆腐布朗尼，要做两个版本，一个是可可版，一个是抹茶版本。等一下会先做巧克力版的，让老板吃吃看，看他觉得好不好吃。要准备的食材有豆腐、鸡蛋。牛奶可粉，一秒食谱。豆腐会先放到这个容器里面，好饿，先把它搅烂，把它搅成泥就好了。我们再打一颗蛋进去。哦，蛋壳，完了，我觉得我们会成功吗？再把它打匀。现在要把巧克力放到牛奶里面，然后隔水加热，要记得不然会烧焦哟。好，其实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之后呢，巧克力要加到豆腐泥里面，然后呢把它打匀，搅拌均匀之后呢，我们再加上可可粉，然后我要喷出来。准备好烘焙的容器了，然后里面放的是烘焙纸，然后我就把这个弄进来咯。有些人会加坚果，有些人会加杏仁片，或者是 Oreo， 就是加你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。烤的话，大概气炸锅是180度30分钟，烤箱的话是180度25分钟。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小子女是烤肉的那一集。没烤腰啊！在荧幕前面看得到那些肉，但是吃不到。真的是让人家很难过。大家看小子女的片长大概都是10分钟左右，但是拍起来至少要2-3个小时起跳。有经历过才知道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每次看到大家的视作照都很开心，很谢谢你们的喜欢。我觉得我这次拍完之后就好了，我还是回家剪片好了。所以这个 VCR 绵我大家看下去吗？可以。嗯，好绵哦。是好吃还是不好吃？就是吃起来就是豆腐啊，然后巧克力的。你要用嘴，我们要用嘴巴接。这么熟了还要这样子哦，这是鸟妈妈哎。干嘛啦？哎，每次的，这么痛苦。那么苦是因为巧克力，你们没有加糖吧？我想说你们比较少在吃甜的。我不吃甜的。你吃过吗？我们吃过啊，我们觉得很赞啊。我们镜头外面人都说超赞的，跟我说很正面，跟我说赞。可是你们是喜欢吃甜的吗？这个我不是。其实我可以，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吃甜的，对吧？不要在那边拽，不要论说苦不苦涩，它吃起来是有点绵湿绵湿。阿米，看这画面，给我一个中指。哎，真的失礼哎！他们今天早上10点就来了，那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啊？我想说，昨天我们家煮火锅吃剩的豆腐，然后刚好可以来做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做抹茶版本的布朗尼。那我要干嘛？我现在要干嘛？你等一下是我们的指导教授，那我开始做咯。OK， 开。嗯，是哦，好好。啊，我要干嘛？啊，讨厌，雷老师来了，你们都没有帮我
我夹。这么爱夹，我就帮你夹。新同学跟老同学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新同学真的好开心。对啊，哦，我们有新同学加入，可是你看旧同学都不想理我。要先跟大家讲一下，香呢，应该是我第一个找的同事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剪片负荷不过来了，花最多时间就是在上字幕，然后我就找了香香来帮我上字幕，这样好像三四年，三四年。嗯，第一步呢，要先加豆腐。那你要叫他做吗？不然他就会躺在那边背啊。哦，好啊，我可以这样看着啊。那你要不要请他帮你扶着？好，帮我扶。不是扶那里。再加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要什么卫生纸？我要先走了。来，这给你，棒棒，你最会了。你帮我把它打成泥。好了，好了。好呢，好了，我先加一颗蛋进去。好，你可以敲头。怎么没有照做？我打咯。好，这个很多人知道吗？就是豆腐可以拿来做布朗尼。不知道，其实不用面粉。哎，那正常来说，一般的布朗尼的材料是什么啊？可能蛋，然后面粉，就是有点像是豆腐取代面粉，就对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再加入。牛奶，那为什么你想要想这个企划啊？平常在电脑前面觉得有些地方可以改进啊，流程可以再顺一点。小子女一般拍要两三个小时起跳。哎，真的哦，对哦，而且我之前一个人的时候啊，完全没有摄影的时候，我可以拍到半天，就是在那边加器材，然后按 record， 还会做失败，然后结束后洗碗。那通常我会断收之后先来初剪，然后初剪完给你。幸好现在已经有其他帮手可以帮忙，就会比较有效率，但还是需要两三个小时。接下来呢，加入抹茶粉，哇，打得很美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里面。嗯，有没有觉得很机车？就是硬要在那边擦拭，加进去了。嗯，坚果已经来了。你先，这个效率有。好，你可以照你喜欢的摆饰一下。哎哎哎，怎么又加下去了？那坚果有可以在边边再放几个。哦，好了，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送进去烤喽。送入烤箱，耶！耶耶耶！去的客厅是黑的，但一直有感觉到有东西往我房里面看。站住！我当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一次的灵性经验，灵是灵魂的灵，性是性侵的性。对，那老人家就是未来的你。更多影片都在白雪公主无码专区。用豆腐做成的 brownie 咬下去口感比面粉更松软，坚果撒在上面，让咀嚼的口中多了一份层次，可可香浓醇厚，抹茶清爽无负担，还蕴含了员工满满的爱心。简言简讨的甜点，原来可以这么好吃，美味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的抹茶布朗尼好了，来请吃，请吃。怎么没有 Q 我？哎，为什么这个会长这样？因为这个有加巧克力会比较凝固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看起来真的就是像豆腐的感觉，像蒸蛋的。啊、嗯，好吃啊！有抹茶味吗？抹茶豆腐味，大家都不可置信的脸。好吃的啊！哇，居然接二连三吃哇！我饿了吧？哎、欸，我今天很累，早上工作还过来那边，然后等一下拍完这个，我还要去赶场。这个抹茶跟这个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我比较喜欢抹茶，还是因为它热热，我喜欢吃热。Emily， 你怎么脸呢、啊？惊讶的。Emily，、啊、你有吃过咸豆浆吗？哦，就是咸豆浆，咸豆浆甜版。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比黑色的好吃。对啊，抹茶是好吃的。嗯嗯，甜的好吃。哎，鱼片酱是我没有准备耶。我有哦，台语是豆腐布朗尼。布朗尼哪是台语啊？它是外来语嘛。哦，豆腐布朗尼。日文豆腐布朗尼。豆腐布朗尼。那我们可以请艾米帮我们讲一下吗 ？Le flan au chocolat et poutine。Le flan au chocolat et 豆腐。很棒，二文是 brownie tofu 哦，这么简单 ，brownie tofu。看芝芝做料理还会学人多棒啊，懂吗？不对，看芝芝的团队做料理还会学人多棒啊，懂吗？豆腐布朗尼呢，只要有员工，一切就是这么简单。因为我还蛮开心感动的，你会愿意尝试，然后体验说，哎，到底做料理或是拍摄是怎么一回事？不知道观众喜不喜欢？我们家香香是很用心在准备这个企划的。
不要再乱摸人家了。你没有摸对重点。一次五十万，你小心被告哦。骚扰！我们团队会性骚扰哦。等一下，你们有我家的钥匙，会不会下次我被偷拍啊？不能偷拍，我回到家我都直接裸体耶。那咱不穿裤子。那要干嘛要穿裤子啊？等一下你们吃，我等一下出门要等下一趴了。哦，好。等一下交给你们收拾。那如果喜欢这次团队的影片，就是很有趣变。因为平常按赞粉丝团，就在底下留言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。其实看戴着我有点看不太到，又有点近视。嗯，你是不是突然忘记要干嘛？他去检查。弄个头发吧。你现在看得到镜头吗？很糊哦。对，我现在听打都很快。你现在已经有办法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了吗？有，大概听得懂。以前可能要放慢一倍的速度。可是你应该觉得我现在口条越来越好吧？有在进步。敷衍。敷衍。